哇，相当的精彩，感谢我们优秀的老师带来非常精彩的开场音乐来做呈现。好，谢谢。
我们的主唱小景老师好不好，带来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啊，就是灌篮高手的主题曲吗？对，片尾曲。哇，片尾曲哈，那相信应该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哈，应该也都蛮喜欢看这个灌篮高手的。对啊，然后当然都是安排一些大家熟悉的曲目、熟悉的歌曲来做呈现给大家哈。来，现在应该是太阳的关系啦，我看客人都是躲在这边，我这边风水宝地，真的真的哈，没关系哈。啊，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嘉宾，哇，来这么多哈，啊，全台的游客都知道我们的东石啊，在我们的渔人码头这边哈，一年一度我们的庆端午的活动是。那当然，明天啊也是我们一连串的节目，对，从早上有这个开幕仪式，然后很多的这个活动哈，啊，一一来到我们的下午的阶段。那今天先暖场一下，暖身一下，对，让我们现场好朋友来享受一下这个气氛哦。所以今天在我们会场当中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嘉宾，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也代表我们的东石乡的大家长，代表我们的林乡长，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来参与哦。好，那当然紧接着下来带来更精彩的演出。是的，接下来安排我们的贝宁老师，我们萨克斯风手来为大家。也谢谢我们现场的朋友一同来共襄盛举我们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现场啊。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台上乐团老师，我们的 Kimo 老师，选育我们这个非常美好的歌声，非常甜美哦，哇，这个今天呢越看越漂亮，哎，跟大家打声招呼一下啊，大家午大家下午好，对，差点说午安，对，午安也可以啦，哎，是，大家好，好，那他们刚刚前面都是动漫曲风，所以我也不例外嘛，对，我今天没有走动漫曲风。你今天是走仙气，对对对。好，不要逗你了啦，好，你要带来什么歌曲？好，大家来听一看，这首歌应该是耳熟能详歌曲。来，让我们的 Kimo 老师来带来精彩的好声音，那稍微回一份精彩的舞短，即将要做呈现哦。你的身影，散不去。
合了哈，真的。那也希望我们现场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哈，共同来娱乐哈。是，等一下有空的人双手借给我，对，好，跟我们一起哈，对对，像我们这，难不成是前锋吗？不可能，有点。给你送哈，坏人让你当。真的，右边来，右边有很多小朋友哈。那谁想要？威尔老师漂亮吗？哦，这个要仔细想想啊。没有反应。好，来来，我们今天好现场有很多的好朋友了哈。哇，很多的乡亲，很多的游客都来到我们的东石的好地方哈。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哈，可以找位置坐下来做欣赏啊。好，一连串的演出，一一来做安排哈。那当然也带了很多小礼物要来送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哈一起来共襄盛举哦。好的，接下来徐玉老师呢继续带来好听的。
怎么送的？有手举高的，有举小孩的，还有举脚的。喂，好、哦，那到底要举什么？举小孩的这个。来哪里小？我都是以小朋友啊为中心，小朋友来。对，我们送给小朋友好了啦哈。哎呀，你们要往前哦，往前才可以拿得到。哎，你不要害羞啦，你害羞怎么拿给你？来，拿一个。没关系，等一下还有，好，等一下还有，对，等一下还有，等一下小小老师免费发，然后我们这一区有拿吗？小心，来，没有，啊，谁没？等一下还有，好像拍片上的很漂亮哈，又香哈，等一下我们还有，等一下你等一下再拿，好，等一下哈，等一下哦，等一下还有哈，等一下还有小朋友，等一下还有。
来自己拿，自己拿，来来来，你刚刚没有拿过，确定有拿过的不能，有没有撒谎？小心，有没有骗我？好，给你。他的脸很严肃，他说没有，我就是没有。他说你还不给我，我要哭给你看。等一下，我们还有啊，还有，好不好？还要热情一点啊。是啊，对啊，我们希望你们。好了，注意他。
嘻嘻呼呼。组成一团那个东西，观众请们掌声一下。如果刚刚就说我要上来跳，你们就不要。对的，这个是礼物比较不一样，真的，真的哈。好，来，谢谢我们。我家在这狗圈，只是在脚下，寂寞的夜深了，在我身上装满喜悦，女王出现，快点走，我让他不重来，不再面对他们是夏天伤害。对花的关心怎么办？你选择投胎，这里好心情，这才是完美。心里要你的心情，世上的情景在凭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去问我的姐，但不会问我坏坏。我一天到晚只有希望达到时刻能够传我传我心意，希望每一天有个朋友心情可以传我传我心意，从来不敷衍，代表你心情可以传我传我心意，希望每一天有个朋友心情可以传我传我心意，从来不敷衍。
选出老鹰之歌，经典中的经典。是啊是啊，当然这首歌哈，特别就是要送给我们的嘉义区渔会哈，我们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林董事长也来到我们的会场，热情的掌声一下，谢谢。欢迎董事长，谢谢，感谢我们的嘉义区哈，让改国一回，我们的荣誉理事长，欢迎，谢谢哈，我想要来领导组电话，是，特别莅临我们的会场，对，要来带来这一首经典的歌曲，是，来送给我们的哈，荣誉理事长，也送给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哦。是的，也特别感谢我们现场好朋友，哇，现在人潮聚集越来越多了，是的，真的，等一下我们七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高空烟火秀，对，我们的海上烟火。害羞了是不是？害羞，礼物给你们，一支先，一支，好，来来来。
有拿过的不能拿的哟。要老实哦，我要诚实哦，诚实小宝宝。没有拿过，给那个最小的，那个最小的。好，我再拿，我再拿，再拿，再拿。来，我没有拿过，再拿哦。好。来，没有拿过的再拿哦。好。好，来来来，让我舞台上方玄玉老师持续带来好听的歌曲。来来，有请。你们有拿过？没有哈。回头两首非常好听的，但一会儿先谢谢我们的长笛老师巧巧。好，接下来呢，带来一首经典的日文歌曲哦，我们上。
15分钟哦，请大家期待一下下哦，手机赶快充电了哦。好，接下来带来这首《一样的月光》，欢迎我们的萨斯风老师。
跳舞重新努力，这是我们 Fanny 带来的如此精彩的表演。好，接下来玄玉老师。